to be sure. Sometimes I feel so insecure. A love so distant and obscure remains the cure.不管怎么样，我觉得你都这个做完了，完成了你的功课。谢谢。在这一个阶段，小虎老师觉得 Rose 的表现如何？其实我觉得刘明湘音色，还有他演唱的时候是非常，我个人非常喜欢的。我觉得你前途真的是美好的，嗯。然后，真的，我觉得你刚唱的非常的好，那只有一两个地方小瑕疵。謝謝，但是基本上我会给你还蛮高分的。谢谢。好，我们先请我们的 Showgirl 把分数这个都先收到他的那个刘明湘的这个小鱼缸里面啊哈。那 Rose， 请问你刚刚在想什么？唱这首歌的时候？其实我唱这首歌，因为这个比赛过程真的学了很多，觉得个人真的成长了、然后觉得从头到尾，因为之前星光舞 you know 就有 yeah, 就是习惯有一个人一直陪着我、对，但是这次第一次就是一个人从头到尾、然后能走到总决赛，就觉得唱这首歌也是给我自己，然后也唱这首歌也不是难过，但是就觉得一个人也可以过的，这就是很愉快很开心、对对，好，这个能这么独立是一件好事、但是桃姐祝福你马上就有新桃花啦，因为你在唱歌的时候不断一直有男生Rose Rose 一直在喊，我想啊桃花快来啦，好不好？祝福你，我们掌声谢谢 Rose 这么棒的演出。谢谢。第二轮的最后一位再次